过来。给我解释一下。妈，你又乱动我东西了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关系发展到哪一步了？你误会了。我傻吗？你太单纯了。这样的女孩，你觉得适合你吗？听我的话，今天就分手。我们什么事儿都没有。趁现在还没有越陷越深，当断则断，长痛不如短痛。痛什么呀？什么断啊？他们家的家庭背景你知道，他小姨还有精神病史，林妙妙这个女孩每天疯疯癫癫的，你拿脑子想一想，她真的适合你吗？你有没有为你自己的前途考虑过？我们从遗传学上说，我和你爸都没有家族遗传疾病吧？我和你爸的结合才有了今天优秀的你。你们过得幸福吗？是，你的基因是优秀，可我爸不爱你。你们的生活都没有过明白，为什么把我给生出来？没有哪个孩子愿意在冷漠的家庭里面长大的。冷漠。说这人话，考虑过妈妈的感受吗？妈妈不爱你吗？你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，包括你爸爸，没有给过你爱吗？你们爱我，我也爱你们，可我的原生家庭不正常，你知道吗？我还挺羡慕林妙妙的。你羡慕她什么？健康。我说的是心理健康。你不觉得你生活在一个枯井里面吗？我每天都陪你演戏，我真的累了，我演不下去了，我不想演了，我想要过我自己的生活。你胆子大了，你要你的生活，现在不是你想要的生活吗？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？一个你不干涉的生活，即使我找女朋友，也不找你这个样子的。我也没喝过几次，我全部都给倒掉了。